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管理学院2021级的本科生辅导员陆导，欢迎大家进入复旦，入住我们的温馨的复旦宿舍园区。那么在大家准备入住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些寝室好物想要得到学长学姐们的推荐呢？今天呢，陆导就来到了我们的21级的宿舍楼，来邀请几位学姐为大家做好物分享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有人在吗？哦，那我们镜头一起进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桌面。到宿舍的时候都想把自己这一小方天地给收拾好，然后我就贴了一个墙纸，选了一个和墙纸差不多颜色的一个底面的桌布，然后上屋子也比较好擦干净。那边是你的一块展示板，对不对？弄了一个软木板上去，然后也买了一些土钉，主要放了一些激励自己的画嘛。书桌这样一贴，其实有特别有自己的个人的风格，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布置自己的书桌，让整个宿舍更加的温馨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去下一间探访了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来到了新的一间寝室，在这个宿舍里面可能上网课呀，需要一些能够把它遮挡一下来往的这个舍友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这个拉上。我在上个学期因为比较喜欢哈利波特，然后所以说这个桌布是我第一个想要给大家种草的好物，就是这个是鼠标垫，这个摸起来还挺舒服的，而且写字也会比较方便。第二个是这个增高架，这一层下面我放的是我的一个键盘，下面的话这里可以放电脑，然后这里可以放 pad。 根据我的这个哈利波特的风格继续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装饰。所有那个新生里面有没有哈利波特迷可以在弹幕里跟我们互动一下。还有一个想要种草的是一个假花，假花前面是一个香薰，然后这样的话感觉我的心情会比较好。好的，感谢感谢，那你继续学习吧。拜拜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了第三间宿舍。当时我走寝的时候，觉得是班里最牛的一个宿舍收纳。我们也请萌萌来介绍一下吧。宿舍的东西，它其实空间比较小，然后东西又特别多，所以就会买各种各样的收纳盒。像这种大容量的，就是透明的，比较可爱的，各种颜色的，上面就可以贴上一些标签，然后分类摆放，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还有像这边有一个盖上盖子的方程的，比如说可以放一些饮品啊。我现在来试坐一下，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种草，因为这个靠背其实都很舒服。对，这个椅子你当时是怎么挑的呢？其实它名字叫沙发椅，其实可以放下去，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啊，这样子吗？如果不想上床的话，就可以往下放，调节高度。还有这样子一个隐藏的功能，扶手它好拆卸，也可以防止它打脏，然后可以清洗。好的，谢谢萌萌，感谢。